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会讲关于疫苗的虚，疫苗，关于疫苗的论述和数据缺陷。首先讲一下，就是我们在社交平台上面汇总的关于疫苗的论述，以及我们讲到的去年11月份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讲数据缺陷，就是缺少相关的信息的情况。第三个部分我们会讲数据信息过多的情况。好，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名字叫艾小禅，我是在 First Draft 亚太地区的编辑。去年11月份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名字叫表面之下，然后是关于新冠疫苗的论述、虚假信息和数据缺陷。这是我们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收集到的信息。然后我们发现呢，在社交媒体上呢，有6个主要的论述。然后这一次我们会把每一个论述都会讲一下，然后会举一些例子。我们讲每一个论述的时候，我想大家可以思考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可以帮助，会怎样帮助我去理解人们关于疫苗的担忧，或者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去理解他们的担忧？上一次我们讲过关于这个疫苗论述的，有不同人不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论述。然后呢，有的论述呢是很多是说英语的人在讨论，但是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人没怎么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想让大家思考的就是这些信息可以，哪一些信息可以帮助我去解决人们的一些担忧？那我要解决他们担忧的话，需要收集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最后一个问题想要想的就是，我可以使用哪一些关键词来帮助我去进一步的搜索关于这些相关话题的信息？尤其是要注意是所选的语言，还有你所在的地区。如果你上次有上过我们的课的话，你会记住我们有讲过有2个论述，他们占的比例很大。第一个，尤其是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地区，第一个占比例比较大的是关于政治和经济，动机。那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关于集中的经济利益驱动疫苗开发并破坏其安全性，领导者在推广疫苗以谋取政治利益。另外一个例子是腐败的政府和媒体充当大型，制药公司的喉舌。这些都是关于政治和经济动机。第二大论述是关于，就是3个语言当中，我们都看到了，就是大家在讨论关于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必要性。比方说，举几个例子，有的人会说，新冠疫苗是恢复正常的门票。然后，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不仅仅是关注负面的一些论述，也关注一些正面的论述。有的人会说疫苗可以治疗一切，可以让人们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呢，当人们发现疫苗不是奇迹，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失去对这些信息资源的信任。然后我们还看到的一种论述讲的是，健康的免疫系统比疫苗更强大，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疫苗是不必要的，因为人的免疫系统可以抵抗。另外，还有很多关于替代疗法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些信息呢，也会引起人们对医药公司的一些怀疑。
还有一个论述是关于 mRNA 疫苗和转基因，他们觉得这些东西也不安全。他们会，而还有人是担心疫苗的成分。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条论述是有人说，你的身体可以承受药物和酒精的毒害，那么你也可以接种疫苗。这就是，我这旁边有的这些论述呢是支持疫苗的，有的是不支持疫苗的。但是这些呢都可能会被武器化。第三个类别是关于研发、供应和接种。这里有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讲俄罗斯赢得了寻找新冠疫苗的竞赛。这个他的说法也不一定是错的。有的在 Lancet 纽约的上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寻找疫苗的论述。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文章是在讲各个不同地区国家在寻找新冠疫苗方面进行竞赛。但是另外一个论述是讲世界范围内疫苗的供应不公平，这确实这个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说，如果你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接种的话，这很难实现，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疫苗。下一个是阴谋论，这个是在说法语的国家的人群当中很比例很大。比方说有人说疫苗将像微芯片一样识别并控制整个群体，就是这个周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关于微芯片的这些论述。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收集一些更多的例子。另外的一个论述是说疫苗是人类工程和人口减少计划的工具。这些都会把这个阴谋论和比尔盖茨等这样的大人物联系到一起。下一个类别是公民自由和个人自由。这个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类别尤其是在说英语的国家很流行，但是在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国家不流行。所以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他们讨论的东西不一样。举个例子，有一种论述说的是从口罩开始过渡到疫苗，然后完全控制人类。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论述，尤其是反隔离反口罩的论述。他们都认为说这些是政治政党在通过更昂贵的方式来控制大家。另外的一种论述呢是在讲强制性的疫苗正在侵蚀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下一个类别是道德和宗教，这个是在西班牙说西班牙语的群体当中出现的比例最多。比方说有的人说基督的血液是唯一对抗新冠的疫苗，然后还有相似的论述说上帝有能力启发科学家发现新冠疫苗。当我们在理解这些占比例很高的这些论述的时候，不管是英语、法语还是西班牙语，我们要记住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更好的沟通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在我们的案例研究当中，其实虚假信息并不仅仅是引起人们失去信任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即使你消除了所有的虚假信息，但是人们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所以想要得到好的优质的信息的话，或者是你想回应一些虚假信息的话，那么你需要理解一下人们的一些担忧和顾虑是什么。第二个目标是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研究者。我们下一次课程的话会讲更多相关的内容。下一次的话我们会讲关于使用关键词和一些搜索的策略。要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关于这种网上的这种叙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使用的词语，关于使用关于疫苗的这些词汇和语言。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关于数据缺陷。数据缺陷就是这个是一个术语啊，它讲的就是当没有足够的可信信息来源满足人们需求的时候，就会出现数据缺陷啊。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关于新冠疫苗，当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的时候，就会产生数据缺陷。比方说关于 mRNA 技术和 DNA 的改变，人们关于这方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太多关于这方面的清晰的报告。再比如说转基因生物和铝盐的话是用于疫苗的成分，然后人们很担心，但是呢关于这方面呢却没有充足的信息来解决人们的担忧和顾虑。然后下一个方面是制药公司逍遥法外，人们对这些人们对医药公司有很多的担心，但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个是数据，这个图告诉我们数据是怎样出现然后被利用的。通常的话就是新的或以前的立即问题浮出水面，然后人们呢提出了很多合理的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通常具有误导性、含混不清、虚假甚至有害。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数据缺陷。然后呢恶意行为者呢通过散布虚假或者误导性的声明来利用这些数据缺陷。由于各种操纵和传播策略，这些信息然后通过信息生态系统被清洗。最后的话这些信息就放大了塑造态度的论述。尤其是关于疫苗的信息就被放大了。如果说人们想要得到的问题没有解答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数据缺陷。如果说要应对数据缺陷的话，需要做两个事情。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了解数据缺陷是可以如何被利用。这有多种方式被利用。第一个是有误导性的信息可以很容易被翻译或复制为多种语言。我们之前有看到过一些社交群体，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去发布了，翻译了不同相同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就放大了。另外呢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们把这些信息稍作修改，然后混淆原信息，然后让我们难以追溯信息的来源。我们上次学到过讲呢，就是其实虚假信息往往都有真相在里面，我们需要结合背景和历史背景去理解。另外就是它可以跨多个平台去传播。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知道如何发现数据缺陷。那这里有一些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就可以发现可能这些数据有缺陷。比方说这个话题是新的或者是以前不知道的，大家对这个东西都不太了解，然后也没有太多报道，所以的话这些误导性的信息就出现了，会误导人们。另外的话有可能是有可能有数据缺陷的是这个话题它在技术上是很复杂的，通常是关于这个新冠肺炎还有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报道，普通的大众很难去理解相关的这些报道和数据。另外就是它跟之前
的论，就是我们讲过的六大种类的论述呢，很匹配。那我们看到这些论述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属于哪一种论述的时候，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指标。举个例子，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的就是在推出疫苗，然后有一些帖子就在说这个疫苗可能不安全。这个是网上出现的一些新的论述，但是呢，这个都可以把它划分为，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类别。另外的一个指标就是它具有政治意义。我们上一次的课程当中也看到了，就是关于人们对疫苗的信任。人们很担心就是有政党的影响的疫苗，然后他们更加的倾向于自己的医生，但是没有那么信任政客。另外的一个指针就是他发布的这些信息的话，让人情绪激动，拉动人们的情绪。最后的一个指标就是有的地方他们只是提出正当的质疑，有的话题呢，就是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但是呢，没有有质量的信息去回答他们，或者是科学家还没有跟上他们的节奏，没有及时的解答他们的问题。要怎样去发现就是数据缺陷，然后填补空白，有三个技巧。第一个呢，是在谷歌上面或者 YouTube 上面针对特定的主题进行搜索，然后并记录结果，然后填补缺乏质量的信息的空白。我们做了一些搜索，用这个关键词疫苗伤害在 YouTube 上面搜索，然后发现最多的这种结果，大部分呢都是一些个体他们介绍的自己的意识，但是呢所有的都没有讲这个副作用它与这个疫苗的直接关联。这个人他接种了疫苗，然后有出现了不良反应，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他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什么。那么如你可能出现同样的不良反应的几率有多大，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但是我们搜索的时候却没有发现这种相关的背景信息。用不同的搜索术语去进行搜索，到不同的社交平台上去搜索，就可以看人们在关注什么，然后看看缺少什么信息，然后去填补这些空白。另外的话，第二个就是要增强您的社交媒体形象，在 Reddit 上就问我任何问题，或者是在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直播当中和你的听众交谈。在这个 Reddit 上面呢，有这个很多媒体合作伙伴方法，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提示技巧，然后取决于你是哪个国家以及你的受众是谁。那么可能在你的国家 Reddit 不那么大众，那么你可能需要在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增强您的社交媒体形象。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方案，就是当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你如何应对，然后同时呢你要遵循这个安全各种社交媒体的安全协议。第三个
技巧就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提出开放式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提出开放式的问题的话，那么你要让人去准备在评论当中进行真实性的核对。这个是在 YouTube 上面当中，我们搜索了这样的一个关于贝尔面瘫，我们搜索发现有三个问题，这三个标题他们都是以这个问题开始的。这个，比如第一个讲新冠疫苗会引起贝尔面瘫吗？医生做解释。第二个是接种疫苗有贝尔面瘫风险吗？第三个试验指数接种疫苗和市面志愿中有三名是否患有贝尔面瘫？这都是以问题开头的。然后呢，下面就会有人在评论区去评论，然后这评论区就可能会出现，虚假的信息。所以的话，如果你在这个视频里面用这种开放式的问题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虚假信息随着视频传播。我们还讲到就是信息的供过于求。这个是当大量的信息导致混乱或新闻回避的时候出现信息供过于求。就是对于某些话题呢，我们有太多的信息，但是对于我们需要的一些信息却没有。举几个例子，就是在这些话题当中，我们可能有太多的信息，比方说，有关疫苗开发和试验的信息，有很多关于这些方面的信息都是技术方面的，然后大众可能很难理解，所以就没有太多，所以对大众来说，这些信息可能很令人疑惑，很难搞清楚。另外就是有太多关于疫苗的竞赛，但是没有足够的背景报告帮助人们去理解疫苗，尤其是关于单隔热。它政府过多的是报道关于腐败问题，但是没有太多的去关注疫苗的安全问题，或者是它的有效性。另外就是制药公司发布的新闻的报告信息太多了。这些制药公司的话，人们对制药公司发布的这些信息都是不太能够相信的。